相信很多铲屎官都会遇到一些养狗的问题，比如说狗吃的多或者是拆家，其实我感觉这都不是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掉毛。家里就剩一根火肠了，给我们可爱的可乐吃吧，爸爸不吃了，快拿去吃吧可乐。哎呀妈，终于走了啊，哎呀真香啊，真香。知道为什么一直养着你们一家四口吗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过年之后能吃上狗肉。哎，你们全跑了呢，开玩笑的，回来来来来。